怎么样画雪人？首先我们先画出它的形状，给它画上帽子，画上它的五官，像这样。我们来给我们的雪人涂上颜色，给它画上红色的帽子，并且给它涂上腮红，然后用橘黄色画上它的鼻子，然后我们给它画上阴影，像这样，我们的雪人就已经完成了。